他带的是碘盐，我们带的不是碘盐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这狗头人心版本感觉不太友好啊，这三项加的是攻速。看看这出门怎么带啊，多兰顿出门。分离者确实还可以，狗头人分离者确实还可以。我给你一巴掌，哼，我相位猛冲，给我冲，你要干哈呀你呀，等我个相位猛冲啊，别着急，我们多兰顿可以跟他耗，后边的你就都不补了是吧。哎，相位猛冲，还往塔里头跑，你给我死，小兵给我给力，小兵啊，戏吧，这也行，小王八犊子，套点盐。你今天回不去家，我告诉你，控兵线啊，不是不能和他打，是我们没点盐。死亡与我同在，这个点盐确实有点烦。叫一叫我们的枪哥，完了，这个12绳没了。凋零，炸！我抠你一下，我再抠你一下，回家出耀光的。要不我们这个欠钱白带了，我一开始吧我忘了带欠钱了，早知道我买个药瓶了。这俩卖了好像不够，165能买得起药不？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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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玩意儿推线推好快哦。狗头带艾里主义，死亡祭祀就要开始了，你的内脏将来沾补。其实我们就等到6级跟他打就行，前期都不用跟他打。等到6，这玩意儿呢就是弟弟，就只能跑。别让他在6级前变身就可以了。他应该又有点盐了，我估计。
完了，不打了。如果刚才那个 Q 扣出去，他应该是死了，但是算了，回家了 ，Q 不着，等六级。希望他下波没有闪现，他闪应该没好吧？不知道他闪好没好。我带点盐好了，不带传送好了。现在狗头没有办法跟别人抠，他不带让你抠的，他指定打你人，那这还倒不如还是带个点盐干他。慢慢跟他抠，你说你跟他偷，他不跟你抠，他就上来就干。那我们就干，其实就应该带点盐，你知道吗？第一波带点盐他就死了，我就应该闪现点盐好了。他这玩意前期也是个屁，都没有用。先炸一下，别着急，慢慢来啊。等一波升六，跟我打，你跟我打，你跟我打，我六级狗头人，你跟我打，带点盐了不起。你没有办法跟他抠，那有个人说搁这，哎呀，老老实实叠抠多好。你看他让你抠吗？你看他让我抠，你跟他说一下子，你说你让狗头人抠，我就跟他抠。他都不让我抠，他硬他要跟我干，他硬要送，那我们就干。你不能一心只想着抠兵，你一心只想着抠兵。化为尘埃。他不欺负你吗？这波不回家，这波吃线，还剩一分钟，我们传送好，正好大招也好了，他越不了塔。英雄推线太快了，我一回家他指定把线推到我塔下。他应该有闪吧，好像给他 A 住了，可以，我往前走啊，可以。我的好兄弟啊，又这个样子啊。分离者差的钱有点多呀。没有一个男枪是无辜的，可以。这皮还什么时候给我？1分30秒。哎，那算了吧，我还是传过来吧。完了，第一个 Q 抠错人了，没有 Q 他。喜欢拼，喜欢拼，
那我们就拼。他荡妇二连全交没打过我们，这个应该是个蓝凯。打我你还变蓝凯，我嘴给你拍歪，你还变蓝凯。尘埃，回家吧，分离者。他蓝凯出这玩意儿了，我们一会儿得来个小反甲对付他啊。下波不见得打得过，能。他回的血没有我打的血多，但是他会跑，他肯定会跑的。但是他肯定会跑的，我不打了他一定是跑。这个人刚才我打他，他怎么从墙右边出来了呀？左边进右边出。上路拖节奏了，已经14-4了，拖个屁呀！那你要看狗头人，那狗头人前期咋杀人呢？只有傻子才会被前期狗头人给单杀。这英雄前期谁也打不过，他就没有能打得过的人。好蓝枪。我的小兵，让我扣死这个防御塔，还给我加3点呢，可以打得够天使。我一说点啥你就非得说能打得过，要不俺俩我玩个狗头，你我玩天使，你玩狗头，俺俩打一打呀，你觉得能打过吗？那咱俩可以试试。那天使一级正经多很强的英雄呢，你跟我说打得过？你跟我打，你跟我打，哦，不是天使 Q 能穿兵，那天使一级被动加攻击速度的，你上哪打得过去呀？那狗头一级的 Q 十好几秒，一技能十好几秒 ，W 技能也没有啥用，唯一有伤害的就一个 Q 一个 E， 那一技能人家不站里边还没伤害，硬在那这瞪俩眼珠就在那说。Double kill. 度万年如烟。
要不然咱就可以试试，你要非得说是要硬杠，那咱也可以试试。你们说啥英雄我选啥英雄，你们自己玩狗头人，能打过就行，行不行？咱也可以尝试一下。猫咪，你就非得整个猫咪上单跟我玩呗？我没见过那英雄上单的，能不能说点人能玩的东西？非得整那些阴间的东西，我炸一头！谢谢你帮我打的蛤蟆。我的，你这拉克斯，我发现不杀不行了，是吧？先杀凯隐来吧，先杀凯隐，往哪抠？哎呦，不行不行，啥有点高？这是中单小法师吗？啊，中单小法师星界驱驰啊！哎，拉克斯要来了，这里有个深渊。怎么的呢？你们跟我抢红，你开玩笑呢吧？给我杀！打波流减速 ，Q， 哎，我们杀这皇子。怎么我杀谁谁有闪呢？你给我死！黑帝西可以杀，死他！漂亮！回家了。来个反甲呀，大反甲不合适。小反甲其实就行了，我们需要点魔抗。现在自然之力是一个不错的东西，振奋也可以。一级的奶妈怎么打？狗头就连一级的奶妈都打不过。还有一级的芬女儿，你能碰上我，我就算你厉害。我能折磨死你，我能折磨的让你叫爸爸。你的爸爸我错了，我杀个小卡莎。哎，可气，真是可气。你们这虚区也不够啊，使劲儿啊，用力呀、啊！
那队友打啥呢？打大龙呢？可以，我们来勾引一波，走位好一点啊。好，大龙没了，你来了，走位枯萎，走位使劲儿来，用力，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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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，哈，想回家不可能。我来队友了，你们队友呢？我请问一下，我的队友来了，你们的队友呢？队友救我！那皎月怎么找不到呢？皎月，可恶！可恶的皎月，死就死了吧。皎月故意的，他想杀俩，哎呀，可以理解吧，可以理解。我有传送，传一手合个影，带着我的拐杖，枯萎。这把确实没我们啥事儿，那没办法，这狗头人就这样，打不出来啥玩意儿了。